30号才欢庆劳动党79周年纪念，没想到短短4天，边界就上紧8条，下达撤岛命令。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국방성대변인이조선인민군총참모부가국경선부근의보병연합부대들과중요임무수행부대들의사격준비태세를갖출때에대한지시를하달한데대하여발표했습니다要求边界的炮兵随时准备射击。原来北韩党庆日不平静，有无人机神不知鬼不觉飞进平壤上空。北韩官媒罕见公布无人机的照片，除了显示并非螺旋桨机型，但下方绑着反北韩的宣传灯，沿途撒下。北韩指控这种无人机分别在3号、9号、10号3度飞到平壤。다만우리수도의상공에서대한민국의무인기가다시한번발견되는그순간끔찍한참변은반드시일어날것이다事发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大发雷霆，警告南韩若敢再犯，必定有灾难发生。只是南韩方面一头雾水，否认有派无人机。专家也认为，南韩军方派无人机的动机并不明显。제가보기에우리군이했을가능성은없다고봅니다단언해서일단우리군의입장은북한이선을넘으면대응을하겠다고그랬거든요네쓰레기풍선 선이라는건뭐냐면명확하진않았지만인명피해가발생하는경우또대규모사고가발생하는경우이경우로보여지거든요아직은피해가그정도는아니거든요南韩更不满的是，今年以来明明是北韩挑衅动作比较多，从5月底开始一连展开好几波的垃圾气球攻势，更别说北韩2022年才真的派过无人机入侵南韩首尔等地7小时都无法击落。송구하게생각합니다정찰형소형무연기는3m급이하의작은크기로현재우리군의탐지타격능력으로는격추에어려움이있었습니다究竟无人机打哪来？专家分析，若不是北韩自导自演，最大可能性就是也曾多次空飘传单气球的南韩脱北者团体所为。김정은세습독재그짱내자这个团体过去确实曾声称有派出无人机飞到平壤发传单，但当时各界普遍认为可能性低，主要因为南韩边界距离平壤少说160到200公里，以当时的民间款式来说难度很高。不过专家说现在确实有可能办到。지금우크라이나러시아전쟁에서보면드론기술이너무발전해있어요예그러니까민간차원의전문가들도우크라이나군이활용을하거든요그러니까저정도면은한200만원300만원정도기체면충분히갔다올수있고요南韩媒体也进一步分析这次曝光的传单内容，上头似乎提及只专注吃饱的金正恩和经常穿戴名牌的金家妇女党，而这些内容若真的被北韩人民看到，恐怕戳破金正恩苦民所苦的谎言。北韩上礼拜才宣布要完全切断连接南北韩的公路与铁路路段，为了证明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北韩又有新动静。도로에가림막을설치해놓고그가림막뒤에서작업하는것들이식별되고있고요그도로를폭파하기위한준비작업들을하고있습니다准备炸毁连接南韩的京义线和东海线铁道路段，北韩大动作升高与南韩的对立，不排除也是想转移国内焦点。연말다가오는데경제성과없어요뭐지방발전20승정책해서뭐20개공장을지으라고그랬는데그안에설비는하나도없거든요본인입으로수입하라고그랬거든요근데수입은못하거든요모든금속제품은대북유입이불가능하거든요北韩一方面也看不惯美韩两国越走越近，举行联合军演。不过南韩不受影响，照常大秀军事肌肉。时隔7年展开金牛座空射巡弋飞弹实弹演习，由德国、瑞典合作研发的金牛座巡弋飞弹射程达500公里，不只能涵盖北韩全境，每小时1164公里的速度，也能在15分钟内击中任何一个北韩目标。2016년전력화된순항미사일타우러스는지상목표물을정확히파괴하는정밀유도무기로지하시설의철근콘크리트도뚫고들어가파괴할수있습니다面对北韩突然以无人机入侵为由下令准备射击，南韩方面不甘示弱，警告金正恩若敢伤害南韩人民的安全，就等着迎来政权毁灭之日。点新闻综合报道。